被困在车内而丧命。当地政府出动了紧急消防人员和多辆非常紧急的车，紧急进行救援工作。百多名居民已被紧急疏散到安全地区避难。意大利当局已经针对萨丁岛发布危险天气红色警报，并呼吁居民待在家中。预计暴雨还将在这个星期天侵袭意大利南部地区。在新闻报道，疫情下多人减少外出，使用电脑和手机频率增加，患近视或近视度数加重的人数增加。疫情下，比往年更多从业者长期要想推出另类用餐，也要把手机的电量。
Do you mind my dog? Yes, to you. Bye.